新真理多年来持续打造环保、治安、人文及教育理念，成效良好，深获各界肯定，已经连续六年获得社区治安评鉴优质奖，而今年是再度代表芦洲参赛，里长很有信心有望蝉联七连霸。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以社区导向、科技建警的警政思维，积极推动社区治安工作及加速推动社区治安营造工作执行计划，以强化各社区自我防卫能力，有效降低社区犯罪的发生率，打造安全幸福家园。新真理自升格新北市以来，就不断地打造人文环保福利治安社区。那今年很荣幸地再度获得我们芦洲分局提报，参加新北市的加速推动社区治安的评鉴。新真理长郑国荣表示，地方上的治安维护需串联社区在地的力量，发挥敦亲睦邻精神，一同协助维护治安，引导教育，甚至是激发，让全体里民齐心为新真治安而努力。在透过整个新真团队的努力跟付出，我们渴望今年能够七连霸，能获得整个全新北市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成绩。新真理已经连续六年获得社区治安评鉴优质奖，这次再度受到芦洲分局重视，代表参赛。里长申具信心表示，有望蝉联七连霸，荣获佳绩。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五股采访报道。